这个儿子你们是要不要的？不要马上就把他整死。被他们看守关押的那个过程当中，会使用电棍、警棍，还有手铐，就用狗链子把你的颈子那个锁起来，就让你趴在地上像狗一样，有的还关到那个铁笼子里面。这是我国警方跨国救援的真实录像。近300名中国公民在境外遭遇非法拘禁，他们被扒光衣服折磨殴打，轻则皮开肉绽，断手断脚，嘎腰子活埋都只是家常便饭。我国警方在接到消息后，立即派出警力前往境外侦查，不仅捣毁了这个大型的跨国诈骗团伙，还一举抓获了上100名犯罪分子，成功将被害人解救回来。而这一切还要从一件特殊的绑架案说起。2019年9月，一个年轻女孩神色慌张地跑到重庆市渝中分局报案，说自己的男朋友小徐在境外遭遇绑架，对方要求汇200万赎金，否则就不放人。刚开始警方还以为他遇到了电信诈骗，查询过出入境记录后才发现小徐确实在几天前出国，之后就再也没回来。与此同时，女孩也拿出了一张照片，上面是男朋友小徐被迫签下的借款协议，可以清晰地看到200万的字样以及小徐的签名。由于数额巨大，还是境外作案，很快警方就展开了侦查行动。就第二天确认，就确实这个人就是在柬埔寨，完了之后就被当地给扣下来了。不过若想找到这种境外团伙的藏身之处可不容易，他们的反侦查能力很高，利用多个账户索要赎金之后再立刻分赃，很难确定资金流向。然而就在警方成立专案组加大力度寻找犯罪分子的地点信息时，小徐却突然出现在了渝中分局的门口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在小徐失踪后的一周左右，徐爸爸接到了儿子打来的视频电话，视频里小徐浑身淤青，跪在地上挨打，犯罪分子还一个劲儿地威胁徐爸爸，如果不给钱就再也见不到儿子。这样的画面让徐爸爸既生气又着急，出于对儿子的担心，他决定铤而走险，与家里人一起赶赴柬埔寨解救孩子。飞机落地以后，他们联系上了负责交涉的中间人。值得庆幸的是，经过一番软磨硬泡后，徐爸爸最终以60万人民币换回了儿子一条命。劫后余生的小徐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分局报案，他向警方讲述了自己十几天的黑暗遭遇。这个是打的，都是用棍子打的。那边呢？那边手臂也有。是那边手臂都打，那个手臂上都是淤血。据小徐回忆，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受害者被关押在房间里，他们都被手铐铐着，像狗一样绑在各个地方，十几天里只吃了几口东西，还都是些发霉的饭菜，如果不愿意吃那就得花钱买，不过就算是花钱也只能吃着看守们吃过的残羹剩饭。小徐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活着走出那个魔窟。不给饭吃，不给水喝，不还钱就打。有一个比我进去的晚两天，他欠7万人民币，鼻梁骨断了，手断了。他们说杀你一个人就像捏死一个蚂蚁一样。这是我国警方跨国救援的真实录像，近300名中国公民在境外遭遇非法拘禁、殴打、电击、竹签插手，都是他们经历过的真实写照。那么这些人究竟是如何被骗的？小徐告诉警方，自己刚开始只是去澳门旅游，在赌场意外认识了欧姐，欧姐人脉广有门路，见她玩得不尽兴，便故意煽风点火，告诉她柬埔寨的赌场环境更好，可以无限次借贷，还不需要任何抵押，就算输光了也没关系，回国再还也可以，重点是那里包吃包住，就连机票也能报销。小徐越听越高兴，世上竟然还有这种好事，当即就心动了。为了增加可信度，欧姐还专门陪小徐飞了趟柬埔寨，一路悉心照顾，下了飞机就马不停蹄地来到赌场。我也是第一次去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柬埔寨这个情况，因为没发生这个事之前，我认为哪个地方的治安都是很好的。小徐本来就是抱着随便玩玩的心态过来的，当对方提出需要没收手机、保管身上值钱的物品时，他也没有多心，以为是赌场的规矩。然而当他真正走进赌场时，才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儿。赌场的规模很小，并不正规，而且刚一进去，马仔就开始不停地催他买马，小徐经不起忽悠，很快便签下了100万的借条。不过当他真正拿到手时，才发现并不是现金，而是100万的筹码。按理说这种泥马在赌场里根本不能兑换成现金，所以这明摆着就是在坑人。果不其然，还不到一个小时，马就输得一干二净，小徐感觉自己被骗了，拍拍屁股就想走人，但赌场的人立马不愿意了，非要让他改欠条再借100万，他不签字就得挨打。我说不是说不用还了吗？他说谁借钱不用还了。
小徐势单力薄，只好乖乖顺从了他们，可惜很快又输了个精光。那些人知道他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于是把他关了起来，不仅将他的衣服扒光，还把他拖到卫生间来了个冷水澡，之后就是一顿狂揍，逼他打电话向家里人要钱。等他好不容易缓过劲儿，才注意到房间里乌乌泱泱的都是人，到处充斥着被折磨的惨叫声。通过小徐的描述以及对犯罪分子收款账号的排查，警方前后共梳理出了290多名被害人。在走访调查后，很快就确定了这个诈骗团伙的作案手法。由于案情复杂，性质严重，渝中分局立刻上报给了重庆市公安局。随后，一场跨国营救行动也悄然展开。我想到我这辈子可能出不来了，我都跟我妹说，我可能这辈子我都出不来了。那死里逃生了，那很感动啊！那当时是心里面是热血沸腾了。我心想，中国警方就是太厉害了，竟然能找到我们，真的不可思议。这是我国警方跨国救援的真实录像。近300名中国公民在境外遭遇非法拘禁，他们遭受毒打，被关狗笼，每天都过着地狱般的生活。重庆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后，当即派出了300余名警力侦破调查。经过梳理后发现，这批境外诈骗团伙通常都是先找到一个中间人，诱导国内的好赌之徒出境赌博。等到了境外之后，就开始威逼利诱，骗他们签下天价借条，以此来向他们的家人勒索。而在被监禁期间，为增加被害人的恐惧感，避免他们逃跑，还会进行非人的虐待。警方根据分赃账户的信息流排查，很快便锁定了50多名团伙成员。此外，又顺藤摸瓜找到了另一个境外诈骗集团，两拨人加起来足足100多名成员。掌握了基本信息后，专案组便派出侦查员远赴柬埔寨与当地警方合作，但实地考察后才发现，那里人员流动快，环境复杂，侦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。而这个团伙此前因为被警方突击过一次，并没有固定的落脚点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夜以继日的蹲点观察后，侦查员终于在拥有少量信息的情况下，摸清了犯罪团伙的窝点以及头目。就是这样，那是一栋白色，就是这个车，就是。随后，警方便派出将近60个抓捕小组，在国内和境外同时展开了行动，不仅成功解救出了被关押的人质，还抓获了团伙头目以及涉案的100名嫌疑人。而在境外抓捕过程中，我国警方还在其中的一处窝点发现了一张不起眼的租房信息。通过扩线侦查，最终找到了犯罪团伙的新据点，将房间里伤痕累累的7名被害人全部解救出来。这次跨国行动，我国警方成功抓获了2个跨境诈骗团伙，捣毁了5个非法窝点，追回了7000多万赃款，让这100多名犯罪分子全部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俗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在这里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，虽然我们背后有祖国，但还是要提高警惕，防止被这些国际犯罪集团渗透。无论是找工作还是外出旅游，都要多留个心眼，防止被骗。珍爱生命，远离赌博，不要相信天上有馅饼，更不要以为它会砸到你的头上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